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参观游览服务。参观游览是旅游者出游的主要目的，是旅游者消费旅游产品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因此，带领旅游者参观游览也是导游服务的中心环节。地陪的服务应使旅游者参观游览的全过程安全顺利。 使他们能够详细了解参观游览对象的特色、历史背景等，以及其他感兴趣的问题。为此，地陪必须认真准备、精心安排、热情服务、主动讲解。首先，地陪应做好出发前的准备：一、准备好导游旗、胸卡和必要的票证；二、与司机联系，做好出车的各项准备工作。 三、核实餐饮落实情况。四、提前二十分钟到达集合地点。提前到达不仅是为了在时间上留有余地，以便做好出发前有关工作和应付可能出现的紧急突发事件，而且也是为了礼貌的招呼早到的旅游者，向他们征询对服务的意见和建议。五、核实清点迟到人数。 清点人数时，不宜用手指点。地陪若发现有的旅游者未到，地陪应向领队和其他旅游者问明原因，设法及时找到。若有的旅游者愿意留在饭店或不随团活动，地陪要问清情况，并妥善安排，必要时报告饭店有关部门。六、提醒注意事项，地陪要向旅游者报告当日的天气预报。 讲明游览点的地形、行走路线的长短等，使旅游者心中有数。必要时提醒旅游者带好衣服、雨具及换鞋等。七、集合登车。旅游者到齐后，地陪应站在车门一侧，一面招呼大家上车，一面扶住老弱病残上车。待旅游者全部上车后。 地陪要再次清点人数。其次便是途中服务了，在途中，地陪应重申当日活动安排。开车后，地陪要首先向旅游者重申当日的活动安排，包括午晚餐的时间地点，向旅游者报告至游览景点参观途中所需的时间，视情况介绍当日国内外重要新闻。 其次是风光导游，在前往景点的途中，地陪应介绍沿途的主要景观，并向旅游者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、历史典故等，以加深旅游者对目的地的了解，并回答旅游者提出的问题。快要抵达景点时，地陪可以简要介绍该旅游景点，尤其是其价值和特色。介绍要简明扼要，目的的是。 为了满足旅游者事先想了解有关知识的心理，激发其游览该景点的欲望，同时也为即将参观游览该景点做一个铺垫。抵达景点后便是景点导游和讲解了，但地陪需要注意以下事项：一、抵达景点时，地陪在下车前要讲清和提醒旅游者记住旅游车的型号、颜色、标志。 和停车地点以及开车时间。二，在景点示意图前，地陪应讲明游览路线、游览所需的时间以及集合时间和地点等。三，此外，地陪还应向旅游者讲明游览参观中的注意事项，如禁止吸烟、该景点是否可以拍照等。下来便是游览中的导游讲解了。抵达景点后。 地陪要对景点有关景物进行导游讲解，讲解的内容应根据旅游者的情况和计划的时间长短或繁或简，但主要内容应包括景点的历史背景、特色、地位和价值等。讲解的语言要生动优美，富有表达力，不仅使旅游者增长知识，而且能得到美的享受。此外， 地陪还应结合有关景物展品、宣传环境和文物保护知识。导游人员在讲话时，应音调轻柔甜美，音量适中，手势简练，举止大方。在景点导游过程中，地陪应保证在计划的时间与费用内，能使旅游者充分的游览观赏。注意做好导游与讲解的结合，适当集中与分散的结合。 劳逸结合，以及对老弱病残旅游者的关照。地陪进行讲解过程中，需留意旅游者的动向，防止旅游者走失和治安事故的发生。为防止旅游者的走失，地陪要与领队、全陪密切配合，随时清点人数。为防止旅游者发生意外事故，地陪还应提醒旅游者在游览中提高警惕。 防止小偷小摸等治安事件的发生，最后便是返程中的服务了。返程服务分为以下几个方面：一、回顾当天活动内容。返程中，地陪要回顾当天参观游览的内容，用画龙点睛的方法做简要小结，必要时可做补充讲解，并回答旅游者的相关问题，以加深旅游者对当日活动的印象。 二、风光导游，如旅游车不从原路返回饭店，地陪应做好沿途风光导游。三、宣布次日活动日程。返回饭店下车前，地陪要向旅游者宣告当日晚上和次日的活动日程、出发时间、集合地点等，提醒旅游者下车时带好随身物品，并率先下车。 站在车门一侧，照顾旅游者下车，然后向他们告别。四、提醒注意事项：若当晚旅游团无活动安排，游客可能会自行外出活动。地陪要事先提醒游客，最好结伴同行，并带上饭店的卡片，以防迷路。现在到了我们的礼仪要点提醒时间。一。 导游要尊重旅游者的宗教信仰、风俗习惯，特别注意他们的宗教习惯和禁忌，注意服务严谨、态度和蔼，要尊重老人和女士，对小孩儿多加关照，对残疾人要进行特殊服务，表现出热情体贴，而不是怜悯。对重点客人接待服务要有分寸，不卑不亢。 对旅游团的领队要尊重，做到有事商量，主动听取意见，以礼待人，力求协调，通力合作。二，对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特殊要求，尽量满足。根据有关规定不允许办理的事情，应有礼貌的婉言拒绝。对旅游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差错和事故，导游要冷静、耐心。 礼貌，积极协助有关部门解决。外国客人会感谢的，有时甚至还会给钱酬谢。这时，导游人员应尽力谢绝。好了，同学，今天我们学习了导游带团中的参观游览服务，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。谢谢，再见。